我印象中就是14岁时是无妈妈去，亡身去啊。我阿母爱足早就起来，起来足早起来就讲爱下头领，做头领做出来后，我就爱和我阿姐赶头领出去开档。我嘛常常来斗洗档，因为咱的这个档位袂当垃圾嘛，因为顶的物件你若伤黏，迄火尘就来，啊火尘来就影响到这个卫生。所以我妈妈较早的这个卫生管理也阁真好。唔敢，应酬唔敢，拢讲到走无路，我敢应。第一点就袂当做歹啦，甚至因为囡仔拢会耍一挂红啊飘啊啥物，迄我袂使。啊，但是人讲严官府出高才，嘛会想要去耍啦。啊，若你耍，就叫看到，吹啊牙就骨骨啊。啊，嘛是阁耍，啊都顽皮。啊，但是往生了后，啊阁到我这年纪来，怎么讲？无幼化的妈妈真正是。是我一大的那个愧疚，体悟一定会有啊，因为阮某算讲嘛是对我也真吃苦。生囡仔时阵，在养育当中，当然知影辛苦，因为囡仔会辛苦白念。人讲我手抱孩儿才知父母死啊。以我这个年纪，要讲出妈妈我爱你，真的唔是遐简单啦。啊，但是有当时啊，等到无去要来讲的时阵。就是拢也袂健康啊，我会唱不出来，因为我唱的时候会想哭。行在人生的路途，有时甜，有时苦。我唱不下去，这条歌意思蛮好的，因为行到人唔对路就是歹嘅，所以要走正确的路，有乌的，有暗的。光明路的对一边，暗的对边，一线之间，所以这条我感受快到。叫家己亲妈妈，会使讲足久无叫啊，自14岁到今嘛已经50多岁啊。你若搁伫咧时，我嘛会甲讲一句：妈妈，我爱你。